道美综合报道。JANET 谢依霖和老公 GORG 结婚近两年，夫妻俩去年底起获一子 EGAN， 也时常在脸书 PO 中生活记录，重心更从两人世界转成微笑祝小宝贝打转。初为人母的 JANET 今天度过38岁生日，她和老公的情绪依旧未减，没想到连我睡着都 PO 出来了。年满38岁的 JANET 和老公 GEORG 时常公开放闪，两人的好感情不在话下。 George 今日为了给老婆生日惊喜，竟然将她睡觉的模样拍下来，用讯息发给老婆，让 Janet 起床看到时哭笑不得。我老公给我的生日留言真浪漫。只见照片中 Janet 一脸素颜放松熟睡的模样，还发现棉被没盖到的肩膀上没有衣物，貌似是裸睡的样子。相间照 EPO 出，网友便开玩笑 TGEORG 一捏把冷汗。我觉得 GEORG 要先发个不自杀声明 XDD， 而两人的特殊放闪更是闪瞎了大批网友的眼。 JANET 今日38岁生日，老公竟把他裸睡的照片拍下发射自脸书。 JANET 组和老公婚后感情美满预留一字反射自脸书。 JANET 主持风台湾在台湾知名度大开，反射自脸书。